Plus 上个月底才在日本发行专辑，8月26日又将发行全新迷你专辑 Between One and Two， 让粉丝们超期待。不过在正式合体前 ，Cherry 们也没闲着，个人工作皆满档。周子瑜身为 Zook 代言人，也抽空拍摄了品牌秋冬最新画报。今日稍早拍摄花絮抢先曝光，子瑜还婷婷发文写道：“和很多漂亮的衣服拍摄了很多，感谢拍摄组帮我拍得这么好，也辛苦他们了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”之后子瑜更一口气送上是连发美照，只见染了一头金发的她换穿了多套造型，包括灰色大衣、白色背心，搭配红色短裙套装、小香风黑色套装等，整个人呈现知性小女人的味道。其中一张外套不穿好，抱着花束的照片还俏皮眨眼娇笑，直接电晕粉丝，忍不住留言狂赞子瑜太懂宠粉了，美神降临，她的美貌一下子就打到我的心上了，根本是芭比娃娃。还有不少铁粉焦点放在她的眉毛上，大赞这回画得真好，跪求子瑜以后都用这位化妆师，别再换了。爱豆韩舍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赞和订阅哦。